天给大家讲解一款瓜皮拉花教学。西瓜去掉头部，把瓜肉取下来，瓜皮进行均匀分割打薄。去一次不够薄，我们就多去几次。瓜皮中间均匀分开，瓜皮右侧由上往下均匀的拉出4到5条细长条，斜刀再拉出一条长条，再从外侧拉一刀进来，最后我们再拉一条长条即可。接下来就把它捏造定型，让我们看看效果吧。左侧瓜皮往里面弯曲，用牙签固定造型，右侧长条搭在瓜皮上，用牙签固定造型，显露出来的牙签我们插上处女果装饰一下，让它更加漂亮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成品效果吧，是不是既简单又漂亮，很实用呀？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给主播点一个小红心，关注我，下集更精彩哦。